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868页，868页，倒数第四行。最后的一句看起，五福五智，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五福介绍过了，今天我们从五智看起啊，我们有一个讲义。是从佛学大字典里面借出来的啊，佛学次第统编里面呢说到五智，这个五种智呢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尘所作智、法界体性智，这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是平等的，没有人专利的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智慧没有了呢？我们的智慧不是没有，完全存在，只是现前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之主啊，这三大类的障碍障住了啊，障住了啊，智慧就扭曲了，我们讲变质了啊，变成什么呢？变成烦恼了啊。大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说明烦恼跟智慧是一体一桩事情，觉悟了啊就叫智慧，迷了就叫烦恼啊，它是一个东西啊。所以烦恼不能断，烦恼断了智慧就断掉了啊。应该怎么说呢？转烦恼为菩提啊。我们今天是转智慧也成了烦恼，我们不会转，转错了。啊，佛菩萨会转，转得很正确，把烦恼全部转变成菩提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那学佛呢，就是学的要会转，啊，像佛菩萨这样转过来，啊，这个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一切众生平等，绝不是佛的专利。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那么第一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是比喻啊，净能照见啊，能照见外头的万事万物，这个智慧啊像一面镜子一样，那这个智慧对于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没有一样不明了啊，过去现在此界他方啊，通通明了通达，比喻作大圆镜啊。那么现在迷了，迷了就叫他做阿赖耶识啊，
大圆镜之迷摄了的现象就变成这个东西。这在于因为含藏染净之种子。啊，阿赖耶识就像一个仓库，像一个资料室。啊，我们自己以及一切众生无时间来起心动念，不管是善不善啊，净不净，这个种子全在这里头。我们不叫种子，种子大家不好懂，我们叫资料。现在说资料大家就有概念了啊，你所造的业啊，善的不善的啊，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些资料呢全在这个档案室里头啊，在这个仓库里头啊，那我们也记不起来了，大概这一生干的能记得到，前世记不得了。如果有这个缘分，你能知道过去时，也能知道未来时。未来是怎么知道的？未来是你今天这些所作所为的这些资料啊，这是因。有这个因呢，将来会结果。啊，所以看到啊，今天看到将来的果，要记住是今天的果，非常准确。那明天呢？明天可能有变化。啊，这个因跟果的时候，刹那刹那在变化。啊，今天我问你，看到的果报是什么？是地狱。现在我又一个善心出来了，我想救度苦难众生。啊，这个念头一转的时候，那个问念没有了，看将来什么？将来是天堂。啊，所以因跟果啊，都是刹那刹那之间在转变的。不能说他看错了，啊，不能说他没有，啊，你比如很多这些预言，这些年来我们所接触的灾难，你不能说没有啊，他在那个时候看到灾难有啊，可是今天没有了，什么原因呢？今天人心啊转变了，啊，大家都因为怕灾难，所以啊都存好心。都存个好念头，那些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啊，通通准，啊，不是说看得不准，啊，这个也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业因果报啊，丝毫不爽啊，恶念再多啊，抵不过一个善念，那为什么呢？善是真的，恶是假的。啊，善是正念，恶是邪念，邪不生正。啊，道理在此地，道理没有搞清楚，我们说怎么不灵啊？啊，道理搞清楚了，就晓得很灵。啊，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有灾难，不敢再存恶念，纵然是恶念，也要把它淡化一点。啊，求保平安嘛。啊，外面境界真的就跟着念头转了，啊，风水轮流转了，啊，富人居富地，一个人要断恶，要修善，要积功，要累德，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在中国，我相信不止一万年。啊，至少也是一万几千年之前呢，世世代代的我们的老祖宗啊，都遵守伦理道德啊，可以说是这个族群祖宗啊明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易经》上说的。啊，这是老祖宗的真实智慧。我们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才不过200年了。啊，10000多年，这200年是小事，不是很长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老祖宗对我们有惩罚。啊，像父母教训儿女一样，狠狠地打他一顿，不会要他的命。啊，希望他能够回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中国这个族群不会灭亡。啊，会有一点灾难，灾难是老祖宗的惩罚。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不相信老祖宗的智慧，不相信老祖宗的理念，不相信老祖宗的方法，这就要受惩罚。啊，祖宗的方法在中国行了10000多年，没出问题。世世代代社会都安定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是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啊，首先对老祖宗怀疑。啊，这个怀疑带头的是慈禧太后。这些200年了，他的罪很重啊！啊，在他之前，历代帝王没有不尊重儒释道的，对儒释道都称老师，啊，自称弟子，啊，只有他。啊，他自称老佛爷，把儒释道都摆在两边，啊，他坐在当中，让人家看到这个形象，对儒释道这种尊敬的心降温了。啊，这种怀疑，这种降温，到今天，几乎尊重心完全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讲把儒释道的教育再恢复，可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儒释道的教育是要用真诚恭敬心才学到，现在人没这个心，没有这个心，孔子来教，释迦牟尼佛教都没有，麻烦在此地。啊，所以要从哪里抓起呢？要从孝道抓起，要从师道抓起，但这现在人还不懂。啊，做老师的要教学生孝顺父母，做父母的要教儿女尊敬师长，尊师重道。啊，现在老师跟家长都不懂啊！啊，这才叫真正的麻烦呢！啊，懂得的人要做出好样子，功德无量啊！啊，带头做好样子给大家看，啊，让大家懂得尊师孝亲。啊，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要从这个地方慢慢恢复。啊，丢掉200年，我们相信恢复也需要200年。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没办法恢复起来。啊，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当地人生活很苦啊。啊，但是修积功德了。
这又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啊，太平盛世急功累得难了，在这个乱世断卧修善急功累得来得容易。啊，完全在乎我们自己认识。啊，那么佛法对于这些事实真相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明了。啊，可是今天没人学了，没人讲了，啊，认为他是迷信，啊，这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是我们现在修行，修行是因，成佛是果。啊，阿赖耶是在因为，你看含藏染净之种子。啊，染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染物，染物得有是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外面环境就不清净。啊，所以现在人讲环保，我大概在30年前就说了，环保能不能收到效果，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啊，为什么？只懂得物质上要保护环境，不知道保护心。啊，心不清净，外面的物质现象不可能回归清净。所以环保要从哪里讲起？从心地讲起。啊，让我们的心清净，心不受染污，外面的这个环境染污就很容易清理掉。啊，那么这个道理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这就有了科学证据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念头、起心动念能够影响物质环境，物质环境跟自己最贴近的就是身体。啊，所以中国人谚语里都有说，没有明白说，但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啊，古人讲所谓忧能使人老，有忧虑，常常有忧虑，这个人很容易老化。那这不就说了吗？念头可以影响我们身体，身体是物质环境。啊，不但能影响身体，影响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都是真的。这个地区，人慢慢觉悟了，觉悟的人虽然不多，可是产生巨大的力量。啊，台风是个灾难。现在的香港人觉悟慢慢多了，啊，当然距离理想还差得很远，是个好现象，啊，这个风灾就免了，不来了，啊，我也听说有大的海啸啊，可是海啸靠近这个香港的海域，啊，它就水就平了。啊，浪就没有了。啊，有些人说这是佛菩萨保佑这个地方，说的也不算错，实际上真的人心转变了，啊，灾难就能化解了。啊，这就是说，境随心转，外面环境呢，是随着念头在转。啊，我们有好的念头，身心健康。
有好的念头，居住这个地方环境少灾少难啊，这是真正化解灾难的方法理论呐、啊。啊，所以染污清净都在心地。啊，阿赖耶识是最深的，是个妄心，不是真心。啊，是一念不觉，从真心里面变现出一个影子。啊，妄心，啊，成为阿赖耶。啊，这个东西能力很强。啊，佛经上称阿赖耶。我们一般世俗叫它什么？叫它做灵魂。啊，翻译外国文翻成中国文，这些翻译的人，翻译的名词叫神识。啊，神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般人讲的灵魂。啊，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他迷，他没有觉悟。如果觉悟了呢，就叫大圆净智，那就不叫阿赖耶了。大圆真净智现前，这个人就成佛了，啊，我们就称他为佛了。啊，迷了大圆净智，变成阿赖耶，这个人叫凡夫，啊，是一桩事情。是众生跟佛是一体，觉悟了就叫你做佛，迷了你就是凡夫。啊，一生一切法的现行，啊，现行就是现象，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现象从哪里生的？是从阿赖耶里头含藏染净种子生的。啊，染的种子生出六道轮回，净的种子生出四圣法界。啊，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净种子生的。啊，六道是染种子分生的。啊，这就说明，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啊，阿赖耶是能变，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这么来的。啊，阿赖耶在什么地方你找不到啊？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叫做阿难。啊，问他，你出家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想出家？阿难说，他看到佛32相80种好，非常羡慕。这个好像啊，绝不是父母所生的，是你修成的。我也想能有这个好像，所以我出家修行。他出家修行，目的是想修32相80种好。啊，是这么个原因。啊，佛就说了啊，你把你能够想象的这个认为是心，是的。心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看。这一问呢，把阿难就问到了。阿难的确比我们高明，他能找到七处，我们找不到啊，七处都被佛否定掉了。心在哪里？心跟长寂光一样，
这个妄心从真心变现的，真心有多大，妄心就有多大，它迷了嘛，悟了就是真心嘛，迷了就是妄心嘛。净土讲的常寂光净土，遍法界虚空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要说在哪一个地方错了，不能说在哪个地方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决定看不见它，为什么？它没有现象。真心没有现象，妄心有现象。妄心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有自然现象。所以科学跟哲学能够发现妄心，今天量子力学家很了不起，居然发现阿赖耶的存在。这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他真发现了。他的报告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因为我们对于阿赖耶这桩事情，经上讲的多，古人注解也多，但是我们读了、看了、去研究它，始终疑惑不能断。确实它太深了，太微妙了。当我们看到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的科学报告，我们这个疑问断掉了，肯定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点都不错，三千年前讲的，三千年后的现在，最近30年被科学家证明了，确实有这个东西，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这个东西构成阿赖耶识。业相，科学家今天发现的能量，能量是业相。第二个转相，就是意念、念头。我们讲的精神现象，第三个是物质境界相，物质现象。科学家的入门入手用的这个理论跟方法，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对于物质用分析，佛在经上有说，佛是用的比喻，科学家真干了，找最小的物质，佛在经上比喻说，牛毛尘，牛毛很粗，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在这个尖端上，你怎么摇它都不会掉下来。这个尘土很小。把牛毛尘分析，分成7分，7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细。在羊毛尖端上，它也不会掉下来。再把它分成7分。羊毛尘再分7分，7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就更细了，用这个分析的方法，兔毛尘再分成7分之一叫水尘，那这就要科学了，水的密度虽然很大，里头有空隙，这一粒微尘在水里面空隙当中往来没障碍，叫水尘，水尘再分为7分之一叫精尘，就是金属，
啊，金属的密度大，比水大多了，但是还是有空隙。啊，这个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到，啊，里面确实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在这个空隙里头，金属里头它没有障碍，那你钢板很厚的钢板，它能穿过，啊，障碍不了它。啊，像这个铁栏杆一样，它里头有缝，哎，它可以从缝里头钻过去。那这显微镜一放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金尘呢还可以分。分成七分之一叫微尘，啊，微尘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应该微尘就是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那换一句话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原子，比原子更小的阿罗汉看不见了，但是他还能分。啊，再分呢？佛用一个统一的名词，叫色聚即微。这名词很有味道。啊，色就是最小的物质现象。聚集在一起，啊，色聚，啊，即微就是非常细小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基本粒子夸克，就是这一类东西。啊，这一类东西阿罗汉看不到，因为它太小了。菩萨能看到。啊，你看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夸克也有几十种，将近一百种。啊，这个通通佛用一个名词，色聚即微。这个色聚还能分，啊，再分成七分之一呢，这就叫即微之微。啊，七分之一在前面是四上讲，微尘以后啊是从理上讲的，那个不代表七，代表圆满，不能把它看作数字，啊，真正把它分析出来了，圆满的分解开来了，这就是七的意思，啊，不能说它是七分之一。啊，七分之一只能到微尘，微尘以后不可以说七分之一，所以佛说色聚即微，这名词用得非常好，很有智慧。啊，那么即微之微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这个即微之微被科学家找到了，科学家称它为微中子。啊，再把它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跟佛讲的完全相同，所以微中子就是佛说的即微之微。物质没有了，物质没有是什么？都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是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是念头产生的一个幻象。啊，色把它聚集起来，啊，成为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它聚集在一起，我们就看得见。它要分散了，看不见了，它太小了。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叫一合相。那一是什么？一就是今天科学讲的微中子。通通是微中子聚集起来产生的幻象。啊，于是科学家在下个断语，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
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念头能够改变物质。啊，这个理论，这是现在称为前卫科学，因为没有得到所有科学家的承认。啊，局部少数科学家在做研究，啊，等到全体都承认了，它就变成定律了。这个定律将来可能是真的，不会改变。啊，就是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那么对我们身体来讲的善念，带给我们身心健康。不善的念头给我们身体带来疾病，带来忧虑，带来烦恼，这些念头在主宰啊。啊，对于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善念，啊，这个地方环境好，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人民安乐。啊，善念带来的，善念善行，恶念恶行呢，带来是灾难。啊，所以这种发现呢，是科学里的革命性的发现。啊，我们相信，顶多再有二三十年。所有科学家会承认这桩事情，这是真的。现在这些科学家收集证据来支持他这个理论，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啊，这是一生一切法的现象，这就是能生万法。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什么能生犯法？念头。啊，佛经上常说的，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现象。啊，这一个字代表物质，代表精神，代表自然三种现象，由心生。啊，真心能生能现，妄心就是阿赖耶，能变。啊，所有万物现象是所变，啊，这就是一生一切法的现象。至于果位，果位就转了，把阿赖耶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大圆净智了，啊。果位啊，转而成，照一切法，而现其影像之智。你能把一切法看透了，在一切法里头，你确确实实能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只能看到现象，看不到体性。啊，有这个智慧啊。他能看到他的本体，啊，就是能看到性跟相，能看到理跟事，能看到因跟果，他全看明白了。这种智慧叫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换一句话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个一般宗教赞美上帝、赞美神，啊，称之为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圆净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晓得，这佛法跟宗教讲的不一样。啊，宗教里面讲那是神才有。佛法讲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有障碍，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它就现前。啊，所以佛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人跟佛的差别，佛觉悟了，人迷惑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除此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啊，那佛教我们教的是什么？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成佛了，教我们这个很简单，只要你放下就成就了。啊，与认不认识字、学不学经教毫无关系。啊，我们在中国看到六祖慧能大师，那就是最好的榜样。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而且很年轻，传给他衣钵了一年，24岁。啊，他就成为禅宗第六代祖。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转八识成四智了。啊，神秀大师虽然跟他几十年，在他麾下也成为大法师。啊，甚至于多少人来看五祖，五祖没有时间接待，都交给神秀。啊，神秀来接待，神秀为大家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找老和尚。啊，每一个人都认为禅宗第六代祖师神秀。啊，结果没想到了，传个慧能。啊，什么原因？慧能转八识成四智，神秀没转。没有转是凡夫，转过来了成佛了。啊，所以衣钵传给佛，不传给凡夫，道理在此地。啊，六祖开悟之后是什么现象呢？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坛经》里面这个记载很多。头一条，慧能在逃难的路途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坛经》上有记载。无尽藏比丘尼受持《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分量很大，在中国两个译本，一个36卷，一个40卷。啊，他每一天读诵。啊，这一天读诵的时候，慧能在旁边，啊，坐在旁边听。等他经念完之后，慧能就告诉他，你刚才念的那段经文里头的意思讲给他听。无尽藏比丘尼非常惊讶。啊，念了多少年意思不懂，不透彻，这一说他就明白了。捧着经文来请教，慧能告诉他，我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怎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词，念过经不念没关系，对吧？你自信里面的智慧，不是外头来的。啊，这个四智是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
只要这个智慧现前了，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没有学过的，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要知道，中国古老的这种教学是用这个方法，是叫人开智慧的。啊，智慧开了管用啊，什么都搞清楚了。你学来那个东西，你学住一部经，这部经懂，第二部经就不懂了，那有什么用处啊？啊，所以今天人所学的干的什么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中国古人跟印度人呢，他是求智慧，啊，他不求知识。啊，智慧能包括知识，知识不能包括智慧。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社会问题，知识不能解决，智慧能解决。啊，我们参加很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那些专家学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能解决问题。啊，联合国的会议开了40多年。世界越开越乱，啊，开到现在，连这些人的信心都没有了，啊，这真的，啊，会后就有好多人谈了，啊，大家心里头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十分怀疑的口吻问这句话，还要包括国家领导人啊，我遇到过啊，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教育出了问题，教育什么？教育求追求知识，不知道追求智慧。错就错在这里，啊，知识用的是妄心，智慧用的是真心，所以慧能用真心，六祖衣钵再给他，啊，神秀还是用的阿赖耶，用的妄心，啊，知识再丰富，你不是全知全能。一波不会给他，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真想学佛，真想跟佛一样，从今天起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对人，别人用妄心对我，我不吃亏了吗？不要怕吃亏，怕吃亏，吃亏到底，生生世世吃亏。不怕吃亏呀，吃亏就这一次，下一次你开悟了，你就不吃亏了，永远不吃亏了。所以一定用真心，不用妄心。别人欺骗我，我知道，我绝不欺骗他。这个重要啊！啊，真心是真诚。佛法里面叫做菩提心，啊，就是真心。啊，迷，阿赖耶是迷的根本。啊，我们想把它转变，转变不能从根本上下手，因为根本你找不到，阿赖耶在哪里你找不到。啊，楞严经上七处真心，你都不知道心在哪里，你怎么转它？啊，真心跟妄心都找不到的。啊，从哪里转起呢？从第二跟第三。第二，平等心智；第三，妙观察智心。从这两个下手。啊，平等心是摩那识。就第七识，
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妙观察是第六识，是分别啊，无边际的分别，要从这两个下手啊，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你看到这个名词，你就要想到平等。我对人平等吗？我对万物平等吗？我对一切事能平等吗？不行的，这个我爱他，那个我讨厌他，那就不平等了。那、啊、不平等就错了。啊，不平等就是我就是第七莫那识。如果平等呢，平等就转成平等心智了。这一转变呢，其他的都连带转变了。啊，你看看，因为是在我们现前，我们想转变它吗？啊，因为这第七莫那识，你看它跟我痴、我见、我慢、我疑四烦恼相应啊，这个东西我们都有啊。这是什么？与生俱来的烦恼，这不是学会的，你先生下来就有。执着这个生生活啊，哪一个人不执着生生活呢？有几个人真正恍然觉悟了生不生活啊？生不是我觉悟了啊？生是什么？生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个所有现象里头的物质现象啊，物质性的相分。那你为什么不执着所有物质现象是我呢？为什么在执着这一个东西是我的啊？这就错了。啊，譬如我们的身体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啊，血液是细胞组成的，皮肉也是细胞组成的，骨头也是细胞组成的啊。人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呢？科学家告诉我大约是50兆啊，50兆个细胞啊，细胞在分裂就变成原子，所以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啊，原子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是夸克组成的，夸克是微中子组成的。啊，微中子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换一句话说，物质不是真的啊，但是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它要是一个一个的分开的时候决定看不到。所以我们知道全身一共是50兆个细胞，这组成我。如果你单独认为里头一个细胞是我，其他的都不承认，这错了。就像我们把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相分无量无边，
单单执着这么一个身体称作我，其他的都不是，错了。应该什么？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我的身相。那是谁呀？恭喜你，你成佛了。那个身相叫法身。成佛证得法身。证得法身，他肯定承认整个宇宙物质现象是我的身。他不迷了，他对于所有一切现象平等了，那平等之现象了。没有这种认知不平等啊！有你我他了，这不行啊！大乘教理佛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整个阿赖耶的相分是自己的身相，阿赖耶的见分是自己的心相，就是意念，心相，阿赖耶的意念不绝是自己的业相，就是一念不绝的相。这个东西真的佛比科学讲得清楚啊。为什么佛没有用科学的方法？他用的方法科学家不知道，他用禅定。人进入到甚深禅定，宇宙的缘起来源通通看见了。所以他的受用。什么受用呢？不执着了。不但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得大自在了。那么科学家发现他还是有分别，有执着，还是有起心动念，所以诸佛菩萨的受用他得不到，他的受用跟我们一样，还继续搞六道轮回。这一生受科学家，下一生又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真实受用了，不再搞轮回了，轮回看破了，看穿了。不但轮回看穿了，设法界看穿了，连诸佛十报庄严图都看穿了。真正看穿之后，回常寂光，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叫圆满无上菩提。真成佛。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认识执着身是我，这是愚痴。痴啊，我见是执着这个身是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再就是我慢。慢是傲慢。是成慧里面的一分。它代表成慧。你看前面我痴代表贪。我慢代表嗔，我疑代表愚痴，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叫根本烦恼，就是从摩那生起来的。
啊，四种烦恼是常说的，我见跟贪嗔痴，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啊，怀疑是从愚痴里头生出来的，啊，傲慢是从嗔恚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用贪嗔痴代表就够了。啊，这四个烦恼啊，四个烦恼的根是我见。啊，认为阿赖耶的见分，见分里头的一分是自己的心，相分里头的一分是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认知是绝大的错误。啊，而任运之我他。啊，任运是自然，自自然然，一点都不勉强。你就执着这个是我，那个是你，那是他。啊，产生坚固之处。彼此之差别，差别就不平等了。为此差别之执故，叫执着，则阿赖耶受染污。啊，所以染污的根源就是摩那。摩那是梵语，意思就是染污。啊，它是染污的根源。啊，阿赖耶受它的染污，第六意识也受它的染污。啊，换一句话说，全都染了。啊，我们要修清净心，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后半段是讲因，修因，修因第一个就给我们讲清净，第二个是平等，第三个就啊，这五个字是我们修行的因地上要圆满做到。啊，功夫的前身完全在这五个字。啊，这是佛法的修行功夫。啊，清净心得到了，证阿罗汉果。平等心修成了，是菩萨，比阿罗汉高。后面却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成佛了。啊，所以这五个字是阿罗汉、菩萨、佛三种果位。啊，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心不清净没用，叫功夫不得了。啊，我们今天选择修行的方法是念佛。啊，信愿持名。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念这句佛号，啊，将来佛一定接引我到极乐世界，一点都不怀疑。啊，你。不夹杂任何法门，专一去念，念到清净心现前，你就等于证得阿罗汉。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头的中下二倍。如果平等心现前了呢，那是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啊，三辈九品他上辈往生啊。如果是破一品无明啊，明心见性，那就是觉了啊，到最高的层次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这是最高的层次。啊，觉里面有程度，也有上中下。啊，那是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三品啊，上上上中上下啊，所以在果位上转而为圆一切法平等性质，就是正如实相的智慧，故曰平等性啊。我们要修这个智慧，真正想转世成智，头一个用平等心待人接物我2005年在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长老，我们见面，他第一个问题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我说你能够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就哪四桩？第一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就太平。第二个，正当与正当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他听了皱眉头，说不出话来，好一阵子，我再告诉他，我说难，是难，非常棘手。啊，可是，如果我们在这四种当中，从宗教下手，可以办得到。啊，毕竟这个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多过不信宗教的人，宗教能够团结，宗教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肯定影响政治、影响政党、影响族群。这话他听懂了啊。那么宗教团结，我在新加坡做过这个实验啊。新加坡9个宗教啊，大家在一起相处，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真正互助合作啊。哪个宗教有困难，大家统统帮忙啊。
新加坡政府非常欢喜啊，他说带给社会的安定和谐。那我们在新加坡做这个事情呢，马哈迪长老都知道啊，这不是假的，我们有实验做理论的根据啊，所以平常我们对待人就要用平等心智，平等心智没现前，但是我们用平等心待人啊，一定要想到怎么平等的。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就平等了吗？看每一个人都是佛，我对佛要尊敬，不能怠慢，我对佛要供养，不能刻薄。这要真干了，要落实在生活上，它才管用啊。要看破事实真相啊。自他是平等的，自他是不二的。我们共同一个发心呢，共同一个发身。设方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所以是平等的。一切有情众生看平等了，再推广无情众生。花草树木跟我也平等。我要爱护他们，我要照顾他们。山河大地跟我也平等。我也要爱护他，也要照顾他。决定不能够随意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了。借着科学先进的工具来开发，高开发，开发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这是什么？这对地球不爱护。对地球不爱护，地球反过来了，变脸了，就变成灾难了。有些很明显，你能觉察得到。有些不太明显，你觉察不到。但是真正的因呢是在此地，又不能不知道。长江黄河为什么会泛滥？水土保持的两岸森林被破坏了。堤坝没有树根不产生力量，大水一来就冲毁了，灾难就来了。我在十几年前我们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特意给我安排一次旅游他派了一个司长，一个处长陪同我我们有个旅行宗教旅行团特别让我从武汉出发坐轮船
到成都，啊，这条水路让我看看，啊，回忆一下做学生时代走过的，啊，做学生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我们走这条路是很辛苦，啊，但是两岸的森林，这才人留恋的，古人讲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但你真看到啊，现在去两岸树没有了，光秃秃的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也看到很难过，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这个就是破坏大自然的环境啊，有没有考虑到长江泛滥啊？如果长江泛滥，两岸都淹没了，要死多少亿人，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干啊？要付出非常残酷的代价了。啊，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啊，科学技术如果只相信它，不再相信伦理道德，不再相信古人所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方法，科学技术会把地球毁灭掉。这个话是科学家自己说的。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学佛的人用平等心待人接物，这个要学，要尽量的压制自己，啊，放下自己的傲慢，放下自己的自尊。啊，要学着谦卑，学着尊重别人，啊，爱护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你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代价。为什么？你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啊，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爱人者，人恒爱之，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学佛学了60年了，佛经上这个我们都证明了。啊，我们团结不同宗教，全世界不同宗教团结起来，用什么？就是用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那我爱护他们，他们也爱护。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啊，这最贴近的了。首先要团结近边的人。我住在这个城市，城市所有宗教啊，都是我们兄弟姐妹。啊，我们用的方法是佛陀教给我们的四摄法。啊，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这布施六波罗蜜的布施。啊，这个布施是交际法。佛门里面讲交际的，啊，那就是送礼呀、请客啊，那感情就这么建立的，啊，多送礼、多请客，常常在一起聚会，啊，不就很熟悉了？啊，现在还这个请客还加上旅游，
啊，我们组个团到海外去观光，绕一圈，十几二十天，生活在一起，啊，请客。啊，他愿意参加，我们替他买飞机票啊，他很高兴啊。啊，旅游一切费用我们负担。啊，这是团结宗教里头最殊胜的一种方法。啊，平时往来时间都不长，旅游的十几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啊，真正。把所有的什么矛盾呐、误会呀、通通都能化解，非常值得。那我们到中国旅游，看中国每一个宗教，每一家子去拜访。那我们的旅游团有9个宗教。啊，我们到每个国家去旅游、观光旅游，就跟他们的宗教接触。啊，告诉世间人，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都要用这种方法。第三呢？妙观察智，这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莫那执着啊，这两个都是大病啊！啊，不分别了，就叫妙观察智；啊，不执着了，就是平等性智。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分别。啊，我们把所有宗教的神都看作一个神，一个神的化身。啊，所以我就问这些宗教的这些头头啊，你们相不相信神有圆满的智慧？相信。神有很大的神通？相信。神会变化？相信。问题解决了。啊，为什么呢？佛教里的释迦牟尼佛，神变化的，变化在佛教里头。那变化在各个不同的宗教，其实呢，一个神。哎，大家想想，有道理呀、啊。这个就是根本上基本观念就统一了。哦，原来是神，在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背景之下了，啊，他的实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就把千手观音供养他们啊。千手观音是表法代表啊，观音菩萨头上有32个像啊，画画的人不同的意思。那32个像画上各种不同宗教的面孔。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代表一家人呐、啊！啊，我将这一张画做礼物送给每个宗教，大家都欢喜啊！啊，观音菩萨代表一个真神。唯一的真实。
啊，32个面孔代表真神的化身。然后再去读经典，会发现经典里面几乎70%-80%所讲的是一样的啊，伦理、道德啊，因果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大同小异啊。那个小异是什么？程度有浅深不同啊，程度高的讲的深，程度低的讲的浅啊，浅深也如啊，其味无穷啊。那真正不同是什么？生活文化不同啊，这是有历史背景，有地理的背景啊，因为居住在海边跟居住在山区的他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哎，饮食也不相同，这个地方有区别啊，我们能理解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所以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这很正常的现象啊，资讯不发达啊，外面事情这不知道啊，几百里路以外发生的事情总的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如果要没有人往来的话，信息就不能传递啊，不像现在呀，现在游览全世界2天啊，环地球一周啊，啊，所以交通带来的方便啊，资讯让我们地球上无论哪个角落发生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啊，所以在从前神要分身到每一个地区去教化，现在不要了，现在分身应该合成一身啊，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就可以对全世界啊来讲经教学了，不必要分很多身啊，神也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啊，没有定法可说，所说的东西全是活的，活学活用啊，经典给我们讲的原理原则我们要学会用在生活上啊，用什么呢？用你看看平等心，用妙观察，妙观察是说我们的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妙在哪里呢？妙在不分别，分别就不妙了，不分别妙啊！啊，你说是9个宗教、10个宗教在一起，不分别就妙了，啊，兄弟姐妹一家人，一分别。我是佛教，你是基督教，他是回教，这麻烦不就来了？这妙观察了啊，这个妙就是不分别啊，走到一个一切地方都不分别，不就一家人一样啊？啊，我不分别，他也不分别，就是一家人了。啊，一分别就有距离了，就有隔阂了啊，就会生冲突了啊，所以佛的这两种方法，一个平等，一个妙观，就能把今天全世界一些冲突化解了
就能把这个安定安稳和谐带给全世界了。所以要向佛经里的学妙极了，又简单又容易我在新加坡把九个宗教团结起来，当时新加坡有一位高级部长，我也很熟，曾思森先生他现在退休了，十几年前的事情我认识他的时候98年，他问我他到居士林来参观，中午在一起吃饭，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九个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的宗教有一个宗教理事会，有50年的历史有名无实九个宗教大家在一起每年吃一餐饭过年的时候聚会在一起吃一餐饭，以后就不再往来了，就是一年一会聚会一次有这么个组织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把九个宗教真的团结起来我们佛教办大活动他们都来参加，他们有大活动我也去参加不但参加，我还请他到我们佛堂来讲经，讲他的经我们大家听听，多了解多认识常常聚会呀，每一个宗教大节日都要聚会在一起，那就不止10次天主教的圣诞夜圣诞前一天的晚上做弥撒主教邀请我们不同的宗教，我们也去了，那一天我们佛教去了50个人，全是出家人，穿袍大衣在教堂跟他们一起做弥撒，大家看到非常惊讶了天主教都看得很喜欢的现在问我怎么团结的，我说这释迦牟尼佛教的，他很惊讶，释迦牟尼佛教你们这个，我说是叫四摄法。什么叫四摄法？四摄法就是今天你们讲的公共关系法，人与人往来的交际法，这佛教给我的这种方法用在家庭一家和睦用在你的公司行号，你的公司行号团结一致，他怎么会不兴旺呢无论用在什么地方所以用在我们宗教，用在政治用在国际，全管用这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布施，这个布施就是要往来，要多接触多请客，多送礼人情要从这建立。第二个爱语，爱语就是你真正关怀他你真正把他放在心上这是爱语。第三个是利心，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利益，决定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要真正相信你的话，就坦诚，决定没有隐瞒的地方最后一个同事，同事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事，今天我说我们共事做什么一桩事情，我们化解这个社会的冲突，促进全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我们共同做的一桩事情。
啊，为什么要团结？干这种事。没有不欢喜啊。啊，我陪他们旅游。啊，旅游是团结最好的方法。啊，我带他们到联合国。啊，在联合国大会堂，啊，手牵手，十个宗教，为世界和平祈祷。这联合国没有过的。啊，我们这一做了，联合国对宗教观念改变了。啊，本来跟宗教不认识宗教，怕麻烦。好像宗教都是捣乱的，彼此不能相容的。啊，这看到宗教手牵着手，在大会堂做和平祈祷，很好啊。啊，我把他们按座位安排第一排，正当中。啊，让大家们看看宗教的和谐相处。啊，四摄法管用啊，要会用，用在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住在这个地区，首先是邻居，要用四摄法摄受邻居。啊，邻里相望啊，互相照顾。啊，这一个地区就是一家人，要有这种概念的。啊，要帮助他，常常照顾他。啊，我们帮助他，不求回报，他就欢喜了。我们对他有所求啊，这就不行。啊，我们只有付出，一无所求。啊，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大家共同所需求的。啊，所以这两种因上转。啊，第四叫诚所作之。啊，诚所作之是前五十。在于因为眼耳鼻舌身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接触这五种，这个五种在因为呢，你看。缘取限量五尘之境界而尘所作啊，今天无论干什么事情，离不开眼耳鼻舌身，离不开色声香味啊，这就是人造业，造善业是他，造恶业也是他。造无忌业还是他啊，所以他叫成就所作啊，这个里头没有染净善恶啊，他能成就所作，但是他只成就所作，至于怎么做，他听命于前面两个，听命莫那。听命一时，那两个当总司令啊，一个分别，一个执着。如果分别执着是清净的，尘所作造的是善业啊；如果分别执着是不善的，尘所作干的是恶业，因为他是奉命执行的。
啊，他不是罪魁祸首，啊，他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所以真正造业的，就是莫那根第六意识。啊，一切染净善恶都是这两个在造。啊，第八阿赖耶，他也不造，他是保存资料的。啊，你们所干的这些资料，统统储存在他的里，一样都不会丢掉。啊，而且生生世世，全部储存在这里头。啊，我们今天粗浅的讲法，记忆。啊，你为什么能够记得过去的事情？外国盛行催眠，中国现在也有。人在催眠当中能记得过去生中的事情，啊，甚至于过去几十世他都能记得。啊，我看到一个外国人的报告，催眠报告，他回忆能记得过去80世的事情，啊，多长的时间？4000多年。啊，那个时候住在山洞里头，洞穴没有房子，啊，说出那个时候生活状况，啊，靠打猎过日子。啊，所以我们知道阿赖耶里面的业些种子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他怎么能记得？啊，能回忆过去，能够预想到将来，这都是第六意识功能，第七执着，分别少执着多，啊，坚固的执着。执着是染污，啊，分别是妄想，啊，所以修行就在这两个小功夫，要真干，啊，经要常常读，提醒自己，养成习惯，啊，真修行呢？真修行就是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少分别少执着，这叫真修行。啊，少执着呢，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少分别呢，啊，你越来越平等。啊，不执着，不分别。啊，来培养我们的清净平等。啊，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所修的标准。啊，要向这个标准呢去迈进，这叫真修行。啊，修行，如果你看那个行就是行为嘛，修是修正嘛。这两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啊！啊，行为，第一个是思想，就是莫那跟这个第六意识，啊，这是意念的行为。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那是行动，啊，主要的是第六根第七。要在这上下功夫，啊，让第六意识减少分别，第七莫那减少执着，啊，一切都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果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一切不分别了，
阿罗汉就变成菩萨了，升级了。啊，大彻大悟就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是第九了，这第五条了，法界体性智出现了，这把事完全转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内跟外。啊，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度的认识。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话大概是在40年前讲的。啊，上一个世纪70年代。但是解决21世纪预言呢，啊，讲40-50年以后的事情，在社会上出问题，啊，必须用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大乘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大乘是智慧。啊，大乘，总而言之，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它的内涵是什么？真诚慈悲，这就是智慧。啊，内里面真诚，表现在外面慈悲，啊，慈爱人。帮助众生得乐，悲是怜悯，帮助众生离苦。啊，慈悲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要用智慧啊。啊，孔孟是什么？孔是圣人，孟是贤人。啊，他们的学术也用4个字做代表，仁义忠恕。啊，内里面所存的是仁，是义，仁是爱人，推己及人。啊，我爱我自己，怎么爱护，就要用这种爱去爱别人。啊，中国这个人是二人，啊，由自己想到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亦是循理，绝不违背道理。啊，那么我们常说，或情，或理，或法，啊，天理人情。法律融合在一起，不违背，这叫义啊，面面古道啊，表现在外面，忠恕。啊，忠就是真诚对人，心没有偏心，没有私心，啊，没有邪念，啊，用这种心。待人接物，啊，恕是要原谅别人，体谅别人，啊，现在人造罪业太深了，能不能怪他呢？不能怪他。为什么不能怪他？他不知道啊，他没有学过。中国古人没有教他，就不能处罚他，处罚他。就太过分了，啊！什么人可以处罚呢？教了他，他犯过失，要制裁他，没人教他了，啊！今天他不孝，
不能触发他。为什么？没有人教他，他怎么会知道呢？今天他对老师不敬，也不能怪他。你要责怪他的时候，那太过分了。夫子讲中恕之道啊，要原谅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把传统教育、圣贤教育、佛菩萨教育丢掉200年了，我们不知道，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到高祖父母也许他知道一点，不清楚。你说200年至少丢了8代呀，今天人犯罪你怎么可以说他？那怎么办？一笔勾销，不要再去过问。希望大家坐下来一起来学圣贤文化，来学习佛菩萨的教诲。学了之后你明白了，明白之后你才能改过自新呢，你知道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对了。所以儒跟佛都是在平稳的环境里头，用教学的手段来转变。这个拯救社会成本最低也。让人心能安定，你看，安定当中，问题化解了。学了之后就知道过去哪些事情做错了，自己去忏悔，别人不管你。自己去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全是自己事情。就思想转变了。思想变了，行为就转变了。前五世是行为。表现在外面的，里面真正有问题的就是第六第七，千万不要执着，千万少分别，少分别好，最好是不分别，我们这么多年来10年了，跟宗教相处有10几年了，我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今年是整整10年。我们把老祖宗这些东西、佛法这些教诲用上了，真管用。得到广大会友的认同，在联合国一起开会的这些朋友，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最近这2年我的活动减少了，但是他们念念不忘。这一份的情谊，那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的魅力感召。就这个东西真管用，不是不管用啊。那么治，故治果位呢，转而成化他事业的智慧。就是你办事的智慧，叫成所作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里。